如何刷牙？嘴巴里是有细菌的，我们得把它们弄出来。取下牙膏的盖子，把牙膏挤在牙刷上，别挤太多，我们不需要那么多。轻轻地挤一下，出来一点儿就可以了。把牙刷打湿，刷牙齿的外面，刷牙齿的里面，把舌头上的细菌也清理干净。不要把牙膏吞掉，刷好了，就把牙膏吐出来。喝一口水，漱漱口，把水吐进水槽里，冲洗牙刷，把牙膏都洗干净。把盖子盖回去，每天刷两次牙是很重要的。嘴巴里是有细菌的，我们得把它们弄出来。取下牙膏的盖子，把牙膏挤在牙刷上，别挤太多，我们不需要那么多。轻轻地挤一下，出来一点儿就可以了。
把牙刷打湿。刷牙齿的外面。刷牙齿的里面。把舌头上的细菌也清理干净。不要把牙膏吞掉。刷好了，就把牙膏吐出来。喝一口水。漱漱口，把水吐进水槽里，冲洗牙刷，把牙膏都洗干净。把盖子盖回去，每天刷两次牙是很重要的。